干嘛？他以为是诺曼底登陆啊。不是啊，不是那边啊，是这边的走错啦。猪排有这边啊，我管你有什么猪排、羊排，什么排我也吃不下，你自己慢慢吃吧。放心。那，哎呦！别，不要推我，哪那么推？等一下，干嘛？啊？你们不干些吗？他们家跟排长在一起怎么跑来我们这？哎，他可能补过挂，跟我们跑比较安全了。走啊，快跟不上。你干什么？不，班长，我在香港没有搭过那么高船啊，我晕船啊，还有那个雨珠打我屁股啊。那个激动，我是受不了。周引发，人家周引发一支手枪就可以百战沙场了，你怎么有一支长枪还这个样子啊？不过班长，周引发，我是周引发，我跟他差一个级，一个级。好了，废话少说了，你说多我也听不懂。走。报告班长，人太多，我头要晕。李半仙，先跟着我，不许乱跑，懂不懂？是班长。各位 ，Follow me， 听到没有？听到。Let's move。睡觉的时候都知道附送，你们还有练校？注意！还有三分钟就到预定地，我不希望你们在落地以前就阵亡或者被俘，否则我会追到十八层地狱去踢你们的屁股。主管，主伞不开了。报告长官，主伞不开，拿副伞。那副伞不开呢？或者副伞不开，两眼开开，准备投胎。小心啊！下去最好不要请我喝蛋花汤，否则你就倒霉了你。这边注意，准备离近。喝蛋花汤是吧？等我下来你就倒霉了。
你买房。 登陆，我军即刻完成反空降准备，请求炮兵火力支援。王班长，有清点人数，是，我到前面去看看。是。哎，李世先呢？班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人。 他防御工事啊，要看风水算五行，摸鱼要先查流日吉凶，攻击路线要摆罗盘选方位。我看啊，他八成是在等时辰。哎，周云发，你下船的时候不是跟他一道的吗？人呢？报告班长，那个时候就是给人请大号打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讲重点。重点就是啊，那个请大号打那个时候呢，他的球这个方向球，我说了他。 就这个方向走球队啊，要不然那个猪排呢就捡你啊，他跟我说了，他牛排也吃不好了，猪排也不要啊。讲重点。重点就是我的国语不标准，讲得不好，他听那个孙牌是猪排，还是啊那时候啊人很多，没很大呀，衣服都一样啊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啊。叫什么？战场上你们弟兄不见了，你们还笑出来啊？ 我们军的炮火已经开始，立刻叫李世先通知友军炮兵支援。周云发，你在仔细想一想，李世先他到底往哪去，在哪里？王威，你在说什么？包排长，李世先他不见了。什么？最后一个看到他的周云发。周云发，你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报告班长，我眼上的不熟，国语讲得不好啊。算了。 报排长，我去找他好了，也许他跟哈班长一起行动了。快，耽误了时间，大家吃不完兜着走。报队。给丢烂了啦，就疼哟。 想请我喝蛋花汤啊？啊！报告教官，红军的坦克逼近了。打电话问炮兵，为什么没有火力支援？是。你干的好事啊！ 把我鞋子脱了也就算了，害我们跳到敌军阵地来了，知不知道？山王部队，你们不但降落地点错误，而且全部叛军被俘。 部队带无红军指挥部待命。报告班长，这是友军的炮吗？应该不是吧。Oh my god！
飞鹰，听到请回答。飞鹰，听到请回答。飞鹰，听到请回答。飞鹰，飞鹰，怎么了？渔船一点讲话力气都没有了。来，听。飞鹰听到请回答。飞鹰听到请回答。飞鹰，飞鹰，这拐拐怎么一点杂讯都没有？怎么可能呢？有可能。Why？ 我忘了带电池。啊！我被你打败了！你还不赶紧接电池啊？你从那边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是班长，卜卦正五行，我看张哥二位自己算一算，看看你回去会怎么样。王威，照时间算，空降部队要是没有炮兵支援的话，一定会被俘虏。你瞧。 半仙啊，你不会去借一个没电的电池吧？报告班长，我不敢讲，不敢说。再接不通的话，我看你半仙都不用当了，我直接送你上西天当神仙。喂，飞鹰，飞鹰，我是野鸭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 野鸭，听到了 ，over。 报告班长，等我。 我该讲什么？是，叫他们火力支援，大哥。是班长，飞鹰，野鸭请求火力支援 ，over。是。 是的，营长。报排长，营长怎么说？为了一颗小小的电池，害我军损失了一个空降部队，以及一个营的陆军步兵。你还哭啊？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。营长要我们继续完成任务。各位大哥，现在开始办正事了。 王威、阿建国，你们两个人带一个班进入山区，找出红军的指挥所。我带另外两个班搜索他们的弹药库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哦，还有，沿路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情报站，也就是伪装渗透。是，班长。第二班第七班，跟我走。 是有智慧的，这弯要是用眼睛看，用脑袋想的，抬什么抬？不是抬吗？那个抬呀，抬呀，这是看的意思啊，你明白吗？哎，那你的丢啊？哎，大龙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钓我啊！谁丢你？你神经病啊！要吵了，我在研究啊，待会我们要走哪个方向啊？对，你看那两个宝贝蛋，是很无聊啊。哎，当兵的日子啊，本来就很呆板。 自己再不早点乐子玩玩啊，还会得自闭症。是啊，真的好羡慕廖鑫，马上就要退伍了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都要退伍还碰上这种大眼睛，应该算是很衰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哎，走。
出发啦！哎，看什么啊？就这里。好，走。我们向东南方。西北方。东南方。报告班长，今天的吉时啊，在戊亥全，所以西北方。我们走。哎，你要不要你的拐拐问问上面的神仙呢？报告班长，我算得很清楚，真的是西北方啊。那我们到底应该听这个算命的，还是听我们专业？那当然是听我们班长的了。这你还有点概念。Let's go。断疑生信，绝相超宗。这新老人家倒是有人信。哎，我们来赌一下吧。赌什么？赌钱我可不跟你赌啊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赌过钱呢？我就说赌班长的方向对还是班仙的方向对啊。啊，连这个人都要赌啊？哎，你想的跟我一样，不过我还是要帮班仙算算看到底他有多衰。有好戏看。梅花二，哈哈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小的他呀，今天真的是有够衰了。走吧。班长，你看那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一定是奸细。班长，真是英明。我知道。嗯。我要升官了。弄痛你啊！不要管我了。佩君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王班长，他班长，他臭豆腐。我，我是问你，这里是演习区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给你送饮料的。真几年哦？你臭美啊！不用了，我得舀水壶啊。哎，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，万一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那怎么办？你放心了，这里我比你还熟。我看呐、一定是来看我们其中哪一位白马王子。我想啊，这个白马王子一定是我们的班长。哎，是哪个班长啊？哎，没大没小，干什么？好，不要吵了。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。我们继续前进了。哎，真是可惜。如果我是班长的话，我一定带你一起走。哎。你都唔知啊！我呢细仔啊，今日走最多路啦，走嘅路可以。
没错，过了这个村子，离我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。你这个死半仙，还好没听你的，搬走多少冤枉路啊！半仙，官大还是有点道理吧。班长，这里的岔路这么多，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啊？地图上也没有详细标明。 你们在看什么？看什么东西啊？班长，这演习路线跟以前都大同小异嘛，对不对？倒不如啊，我们去问问这个槟榔西施看看，说不定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，是吧？也好，你们几个负责去打听一下，我跟哈班长到前面去勘察。是，谢班长。 这里有四条岔路，千万不能走错一条。我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英文字母只有24个嘞？这个连幼稚园小朋友都知道的问题，因为 ET 回家啦。对，有四条岔路，不能走错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。喂，你干嘛？ 到底买不买东西啊？你再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就告诉你们连长，我跟你们连长可是很熟的。哇，他认识我们连长哎！连长真是有艳福，认识这么漂亮小姐，我早就知道连长是闷骚型的，放着迎娶女人不追，跑这么远来泡马子。哎，这叫好兔不吃窝边草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哎，不对啦，鸡子心怕插着牛粪墙。 你们怎么讲的这么俗气啊？这个应该叫做乌鸦配凤凰，马不知脸长。小心被你们连长听到，你们几个就要倒大霉喽。小姐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。我们连长的耳朵有没有像猪八戒那么大？怎么可能听得到呢？小姐，我看你的职业不像是卖槟榔的哦。哦，那我像是干什么的嘞？ 像穿制服的，穿制服哪种制服啊？举光号小姐制服。举光号小姐，真的，身材好，高挑，高挑是吗？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各位，打听的怎么样啊？嗯，包班长，正在进行中。哦，原来是你们班长叫你来打听事情的，班长啊。 他们不但没有打听，东西也没有买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怎么样？这些饮料我全买了，你帮我包起来。这还差不多嘛。你们这些人真是没用啊！叫你们办点小事情，办那么久都没有办好，真是。哎，小姐，我想请问你。 这个地方该怎么走？这不是演习的指挥所吗？哎呀，看，没有看错人吧？找他就找对了。小姐，那请问哪边走比较近呢？哪边比较近啊？啊，那边比较近，不过要经过一片沙漠。哎，跟我说的一样。 哎，我出钱，谁来帮我提啊？哎，对啊，哎，我来，乖乖。乐琪，有道理是先背乖乖。啊啊啊！啊什么啊？哎，我再重复一遍啊。是班长。先给你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好，走得快。小姐，谢谢啊。哪里？
欢迎光临土亚雨田。哎，班长，进来还有有没有人住啊？日本人。住啊。你睇清楚啊，大佬。系咩嘅啊？地雷。Dairy。仲有啊？大佬啊，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啊？演习不会用真的地雷，但是要是你一动的话，上面那块牌子就会掉下来，那我们就等别人来收尸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回去听候处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演习家就泡汤了，那几母鸡呀、啊！我知道，大我。大佬啊，我们的演习家全踩在你的玉腿下，帮帮忙，别乱动啊！王班长，你的广东仔中奖了！快点看！你的广东仔中奖了，快点开，闪开！班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怎么能怪你呢？我只是一直在想，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这条路？莫非？不错，我们中了她的计，被她耍了。你跟她算的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第了几次头了？啊？你在第一次头我就扁你哦，对我们自己太大意了。排长要我们注意他们的情报站。那我们还要不要过那片沙漠？当然了，别忘了我们陆战队的传统精神了。假如刚才那个女人真的是内奸的话，那她会不会真的跟我们连长很熟啊？哇，那不就靠腰了？哎，她会不会把我们刚刚讲的话跟连长说啊？你们刚刚说了什么？没有了。不管刚刚你们说了什么了，反正倒霉的是你们。我们走吧。我宁愿不喝，还是自己喝吧。哎，这条死路哎，情况不对，我们回头。徐文路，大三人，大三人，回来。
根据双方的人力、物力、战力、武器、弹药分析判断，你们输了，因此我判定你们任务失败。现在跟着车队回红军指挥部待命。站住！谁让你们走的？我叫他们走的，你没听见？报长官，他们是由我指挥的，不是你。可你们已经被俘虏了。你们说，我们被俘虏了吗？报班长，没有。报长官，他们说没有，所以还是由我指挥。你想抗命？报长官，演习视同作战，绝不可轻言牺牲。只要有一线生机，我们绝不会放弃这个希望。可是现状已经告诉你，你们不可能脱身了。报长官，在陆战队的字典里面没有不可能三个字。军人就是要服从，你们通通过去，否则就判你们军法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们谁要是敢动的话，我回去一样判你们军法。报长官，我们还能打，还肯打，还敢打，请长官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假如你逃不掉被抓回来，罪加一等。谢长官。班长，我们逃得掉吗？我们要不要分散？刚好相反，我们要集体行动，用烟幕弹。走。对。他真是一条硬汉。站住！他们跑了，你也丢脸。当然丢不起这个脸。帮我查一下他的部队分号跟姓名。是。走吧。报告班长，怎么样？前面有住家。班长，我们进去找点药。我必须要用我的伤，我耽误了时间啊。班长，我们不能为了演习而废了你的脚。是啊。不管要个药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对啊，班长，如果再恶化下去的话，会更耽误时间的。你们再多讲几句话，药已经要到了。是班长，是班长，走。
小姐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是演习部队，我们班长脚受了点伤，所以进来给你拿点药医脚。他人呢？就在客厅。怎么沾了这么多伤啊？还不是那臭女人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。你也太不小心了。不要冷开水，口渴的话自己去喝。叫我们走哪条路啊？我们走相反的就对了。嗯，好了。谢谢。你们都喝过水了吗？哎，谢谢，谢谢，水都被我们喝光了。不用谢，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。全都中毒阵亡，班长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？怎么中毒啊？我们走，走，走，班长走。站住！住手！既然输了，就要认。我们又见面了啊！你可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威。什么部队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这一次你总该投降了吧？对不起，还没有。他们全部阵亡，你受了伤，还能怎么样？陆战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只有阵亡，没有投降的。看来今天的题我是分得很清楚了。演习是不是视同作战？不错。那么我这个最后一兵，还可以换你一条命。王威，别忘了，还有我。没想到我会被一个女人俘虏。演习视同作战，你们把他当儿戏，沿路不但状况连连，还给我嚼槟榔泡马子，看看你们，被俘的被俘，阵亡的阵亡，甚至还有人投降的，你们告诉我，
陆战队的精神是什么？我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不怕死，永远忠诚。我还以为你们忘了。王卫，你这个班是怎么带的？报告排长，是我领导无方，判断错误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哈班长，林伯森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怎么会被俘的？报告排长，没有理由。王威、陈来福、陆军强、廖新义、江凡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怎么会阵亡的？报告排长，班长没有理由。李世先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会投降？报告排长，没有理由。没有理由，统统给我听我处罚。周雨发，要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投降？报告排长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哋咧就俾呢个卖槟榔嘅小佬咧就骗了啊，他咧叫我哋咪去呢个沙漠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大的沙漠啊，还是咧班长精明啊，他知道我们中计就叫我哋回去啦。他做咗这个时候咧有五个弯，不止五个，还有七八个那么多。事情就是这样啦。为什么不说的呢？不过排长，我刚刚醒起啊，我讲得太多了，我的国语不好啊，还是他们全都不明白，讲的也是白说了。你才知道说了也是白说，哪来那么多理由啊？后面那棵大树看到没有？看到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时间一分钟。不过排长，我的脚很痛啊，我有脚软有没有力啊？还有理由啊？你只剩三十秒。是。今年要个头彩。见面了，我是穿制服的，不过你们只猜对了一半，我不是举光浩小姐，我是中华民国的军官。是，首先。报告排长，我回来。不是，报告连长，我回来了。陆烈，是。